Hello， 姐妹们，今天呢是来和你们分享鞋子的，集齐了五双我觉得秋冬非常百搭的鞋子，然后来和你们做一个分享。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跟着我继续往下看吧。咱先从这双开始说，这双呢是我最近视频当中入镜率非常非常高的一双溶解鞋，它和日本那个小众品牌三元康裕有点相似，但是呢它在里面又增添了一些自己的小设计。整双鞋型呢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在于它这个鞋头以及鞋底面的一个溶解的感觉，完了之后它鞋带这块呢是设计了一粗一细的两根鞋带的穿插，增添了很多这种细节感。侧面呢它这个鞋面是这种绒面的一个设计，底面是这样子红色的，上脚效果我觉得还是蛮百搭的，像黑白灰色系的单品它都是能够 hold 住的，然后走起路来呢也是超级好走的这种，因为它整个鞋底呢是比较软乎的，就不会说特别特别的硬。完了之后第二双呢也是最近新入的一双国潮品牌的一个复古的滑板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它叫 Old Order， 它呢是有好多种配色，然后我选的是一个白咖的配色。然后它这双鞋子呢最大的特点是在鞋子的内侧和外侧两个侧面，这边呢是 Old， 然后这边是 Older， 这些有 B 和区间的字母呢它都是跟鞋带有着穿插关系的。然后它的鞋带呢也是跟刚刚那双一样有粗细两根鞋带的，视觉感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好看的姐妹们真的好看，太有特点了，就绝了。然后因为它是男女同款的嘛，我觉得它也很适合男生去穿，肯定也超级好看。但是它这个鞋背呢在第一两次穿它的时候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硬，包括它整体的一个鞋子的自重还是稍微有一点重量的，但是穿久了呢就会好很多。像我现在大概穿了有个七八次左右吧，都没有说太明显的一个感觉了。然后第三双呢是这双小蓝，之前在我的视频中也出现过好几次了，我特别特别喜欢它这个蓝色，介于那种 baby blue 和天空蓝之间的一种蓝色。然后鞋子呢也是超级保暖的，它这个里面全部都是非常厚实的这种绒层，就基本上脚是不会感觉到冷的。然后我觉得它的话真的很适合去搭配白色的单品，就这样搭配一条白色裤子，整体的一个感觉呢就是非常非常干净。那因为它本身自重是非常轻的，所以走起路来是一点负担感都没有的，周末出去逛个街或者说爬山什么的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双呢它是一双红色的厚底鞋，可以看到它这块鞋跟呢还是有那么点厚度的，但是重量呢是完全不重的，而且上脚之后呢走路也是蛮轻便的。然后我记得它是有好多种颜色的，但是因为想着最近过年也能穿嘛，所以呢我就入了一个这种比较喜庆的一个红色。但它这个红呢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正的一个大红，它是有点点偏酒红的一个感觉的，所以日常呢其实也是可以穿的，我觉得这样搭一身也很好看。然后我上一期的那个穿搭视频中我也是这样子去搭配的，就你随便这样子一搭就是腿长一米八的感觉了。然后因为它整个鞋面呢还是有一个帆布鞋的那种感觉的嘛，所以呢我觉得它能 hold 住一些穿搭风格也是蛮多的，就真的好看的。然后最后一双呢是一双皮鞋，咱有一说一啊，作为一个40码大脚女孩，真的我太能理解咱买皮鞋有多困难，真的会比买运动鞋要困难很多。大家看到我的皮鞋基本上还是蛮少的，然后这双呢其实是跟刚刚那双小蓝来自同一家店铺的，也是一家我回购了好多遍的店铺，整个鞋型还是蛮有设计感的，就鞋底这一圈呢会这样延展出来一点，就看起来不会太单薄。然后它整个鞋面呢是这种漆皮的一个材质，蛮亮眼的。之前的穿搭视频中呢我穿它基本上都是去搭裤子的，所以呢这一套我就直接搭裙子给你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其实它搭裙子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跟这种带有花纹的袜子搭配在一起呢会成为整体穿搭中的一个小亮点。如果说你最近是想找一双冬天既能搭裤子也能搭裙子穿的一双皮鞋的话，真的可以去试一下它。单双鞋子呢它自重会稍微有那么点重，如果是要出远门的话呢我个人还是不太建议长时间的是穿它的。 OK 啦，那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帮我一键三连哦，爱你们，拜拜。